最近啊，头先呢几日，我觉得佢因为过几日佢就两岁啦，咁跟住之后啲人话两岁嘅小朋友最好玩，咁我而家终于发现啦，因为近呢几日咧佢变化咗好大，即系可能佢会好开心啊，会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啊，有冇成日即系跟我哋讲嘢啊，跟住就会即系爹哋讲一句，咁佢讲一句，我讲一句，佢讲一句，跟住佢见到我诶、化妆喎、佢话妈咪 make up， 跟住之后 B B 都要 make up 咁样讲，跟住自己坐上咗凳度等即系化妆咁样。咁今年生日谂住点搞？今年生日我哋谂住都系睇下爹哋会唔会真系有啲时间啦，咁我哋就谂住去附近公园去玩一玩，同埋都系简单同屋企人食饭，因为始终疫情都未过，咁如果真系好多小朋友一齐开 party， 咁我哋都有啲担心，咁所以都主要同屋企人啊一齐食饭咁样。